真的还蛮酷的。再来看一下时下最夯的手机 iPhone， 这是最畅销的机种之一，而很多苹果迷都为它疯狂。现在网络上就流传着这段影片， iPhone 突然变出了键盘，瞬间变成了一台小笔电。而不久呢，就会推出的 iPhone 5，你期待是什么外形呢？就有网友自制了影片，希望 iPhone 5可以把萤幕尺寸变大，还是材质是全透明的，没有外框，都非常具有时尚感，甚至外壳有弧度。不管是动画的噱头，还是未来科技的最新潮流，这段影片都成功吸引了所有苹果迷的目光。